28岁呢，也推出了他第一张专辑，啊，非常的了不起，18岁就可以出了一个个人专专辑啊，合资啊，应该是跟朋友啊一起来合作。那接下来就欢迎我们的娜欧带来一连串的歌曲，先给大家一个掌声欢迎。我直接很快的带来我的第一首，先讲一下好了。我的第一首歌，因为我想要因应那个8月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嘛，叫做父亲节，所以第一首歌叫做《你的爸爸是谁》。好，那这首歌，我简单的讲它的故事，就是因为我们部落的长辈对我们的小朋友长大的样子不太熟悉，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回到部落的时候，长辈们都会窃窃私语说：“这个是谁家的小孩？”这样，然后可是他们只要问起你的爸爸是谁，然后我一讲爸爸的名字，大家就恍然大悟说：“哦，我是你的舅舅啊，我是你的阿姨。”就原来大家都是亲戚。然后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：“我是那个常常跟你爸爸喝酒的那个人。”好，然后我就把这首歌这件事情写成这首歌。好，那就送给大家第一首歌。